云吞面热闹啊！哦，兄弟，师傅来呀！呀，我的呀！哎，妈妈，干面干着锅。呀，妈妈，你心里啥做？呀，啥做 ？OK。中午呀。中午。呀。螃蟹打螃蟹。啊，这打货的打打货。你拿的打货。聊的螃蟹。把说把说。螃蟹立马呀。OK。OK。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，网友们好，听众好，我是印尼小松。今天啊，小松特地来到这个云吞面啊，这个是棉兰的云吞面啊，也非常好吃啊。OK， 来为大家分享 ，Let's go。啊，这边是本地的美女员工啊，你看这一份啊，有猪肉，有鸡肉啊，还有一个卤蛋啊，不是一个啊，就四分之一啊。还有这个豆芽、青菜，你看，这个是小红的啊，这个小红特地来一大份儿啊，来一大份儿。行，好，那行。功夫是什么？大爷，麻烦你请。行。行。谢谢哦。大哥啊，这边非常热闹。哟。好啊。呀。哟，大哥好。棉兰人，棉兰人啊！好了，咱们就坐在老地方啊，老地方。跟他们都熟了啊，所以我这个一过来，好，都是面带笑容啊。特别爱吃他那辣椒段啊，有一辣椒段。哦，没有了。等一下再跟他要啊，前面可能有。Hello， 米诺，对，大伙儿把那吃。这个辣椒串，这挺棒的。啊，对，大伙儿把那吃。这路上很热闹啊。打包的比较多，打包的云吞啊，这是云吞啊，一个碗饭，嗯，这应该是炖的这个猪肉啊，杨幂才中国呀，耶，你中国不干，中国的，你都麻烦中国也不干，哦，是几个的呀？再加豆芽，你看，豆芽、青菜啊，再加上卤蛋四分之一，哎，搞不吧？嚯，放心，好的，放心。好的，走。OK， 慢到。哎，得力我的啊，呀，这是猪肉啊，这是也是猪肉啊。OK。酱酱，你看这一份啊。好了，用我冒气。你看这一份。他们用筷子啊，筷子。哇，这个是不炖啊。五个啊，这个五个不炖。一定得来点他这个辣椒段啊。白醋跟那个辣椒段腌的啊，你看，很好吃啊，辣酥酥的。好了，咱们开吃了，再来一个勺，先尝一尝这个馄饨怎么样啊？咱们先来一个馄饨啊。嗯。非常的鲜，挺好的。来，这一大碗啊，小松点的是大碗的啊。看看这一大碗，
好吃，味道不一般啊，红烧肉、辣椒，嗯。这碗面啊，我这边有一碗汤，这一碗面啊也不是很贵啊，这面应该是大概12块钱左右，这个馄饨应该也就在10块钱左右啊，所以加在一块儿不到30块钱应该啊，挺值的啊，你看小松爱吃面啊，爱吃面，所以这是绵兰的面啊，绵兰的面一般都有这个红猪肉啊，还有别的地方的面也不太一样啊，还有卤蛋啊，但是一般都是有这个猪肉啊，绵兰配一个馄饨挺好的。好了，小松就享受了啊。好了，印尼小松在印尼的路边美食啊，印尼华人美食云吞面啊，绵兰的云吞面啊，欢迎大家收看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记得关注。哇